Hello，各位你们好，我今天要煮芒果冰，芒果冰间我买了这个芒果，现在我要材料，现在第一个材料要煮的是西米，砂锅。现在我们要准备把芒果放进去杯里面。我选的都是一样，大小要一样。现在我试试看，我煮了这个芒果冰，味道怎样？先搅一搅。
个芒果切。